记当中有弥漫着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，除了味道还有食物，欧医生唱的。嗯，来到的是欧医生 OKB， 哇，是福子鞋上线的地位。It belongs to Malaysia. It belongs to us. 我煮一餐，请你吃，好不好？脚踏实地之时光印记，星期六晚8:30，阿舍欧医生简阿舍豆。马来西亚不仅有独特的风景与文化，还有各种风味的美食。就像这杯欧泰经典白咖啡，拥有独特的南洋风味，也具备了面向世界的魅力。父亲的这张毕业照，算是迟来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一张毕业照了。对他老人家来讲，意义非常大。这一切的孩子在路上，带爸妈去旅行。星期日晚9:30，阿舍欧医生简阿舍豆。一直都有面向的投资线，问题在哪？